风流大刀，风流秀刀嘛，不骗。如教无因大刀练，是我咧即摆修行，咱牵扯到啥？这是儒教，儒家修行法。哦，伊伫出家，免去道观，免去庙寺，免去深山古洞修行。这是咧，哦，这是上天上帝一个恩典。哦，啊，拄好到咱三座大界普渡，到遮好个因缘。所以讲，会当互你去起建设，建设会当成佛。你着啊，佛陀讲的皈依、佛性、皈依的一个法门，叫做不二门。哦，维摩诘经的当中，伊嘛讲啊，佛法不二，诸位菩萨咧讲的拢同款。啊，咱这个佛法不二就是佛二门，皈依的一个法门，皈依一个路径。啊，皈依佛性，皈依佛性。所以讲咧，孔明圣道万国遍。教互恁大当年，这是咱老师对未来一个愿景，嘛是伊个，也是书院，就是咱师尊的愿望，啊嘛是以后咧雕像的一个目标。咱即卖啊，伊观到的人叫伊传遍的哦，世界各国到这个国家，所以讲这个是一定看会到的。所以老师讲的无唔对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讲这是一个展望。当然，咱嘛是愿望，过去佛陀已经讲金毛讲，伊个愿望啥？着暖心，着开心，着修心，着化心，着有相，着非相，着非有相，着非有相，我该是多智，有业力反离变多智，这嘛是佛陀愿啊。哦，太乱心法四心当中，看会到看袂到的，想会到想袂到的，伊拢要教导我。哦，所以讲，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拢是书，拢是释迦如来说的愿。哦，相信呢，这是咱爱学习的所在。当然，哦，好啊嘛有啊，爱过的前程嘛有。所以讲，咱爱想有关，啊，拄好讲想有关未来，也要想有关未去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到尾也是无来无去。哦，啊，无安尼就使有咧执着。所以讲呢。孔明圣道，你嘛国个儒家复兴大当年，儒家哦，儒家的修行法就是哦，八条路，不分地理、声音啊，静心修心，以功平天下。那么这呢，就是以后咱要修的一个啥，一个课呢？哦，啊，修心内底当然有修的一个如何提升，啊，当然呢，就是有内功、外修，啊，对咱今日讲。咱出世有讲福慧双修，哦，出世讲福慧双修，福慧就是修慧的当中要爱积分，积足修分，啊，义务与动机，哦，修分，这物件就是咱的欠，咱的约，哦，咱在大部分当中爱欠哦，到尾啊，唔是讲无约，但是爱少消疏寡约，哦，就是简单个字，我咧甲你讲，哦，咱内底哦脾气无白，这物件无好个。伊钱都要，然后都要过年，然后那个钱一个月，哦，空的当中哦，就要过，哦，咱都要大扫除，就是变像咱内底只个无好的物件，哦，脾气无白，只个爱甲去除掉，哦，咱人爱在爱减少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就是咱修心的一个课题，哦，基本一二一，一二一就是要互咱有智慧，哦，
反正咱参参加这班的当中，增加这智慧，哦，啊，智慧就是受咱的教教学平平学习，会当互咱使咱的哦，要行以后的路当中呢，有咧车顶啊，咧火咧燃烧，咱要行对去的当中，咱知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路分，哦，啊，咱照这条路的当中呢，哦，继续向前行，哦，啊，向雕向着以后咱要倒转去的一个。为等国家的问题，所以讲呢，这呢都需要咱呢的一个展望，这是我的一个盼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嘛是鼓励青年代表的五万人哦。啊，当然呢，贡献一些，付出一些，啊，是会得，是会得的哦，是时间的关系哦。哦，袂，但阮村部啊，都工作济啦哦。当然呢，啊，希望讲哦，哦，我嘛希望讲去。未来当中，大家拢有所成就，大家身体健康，甚至咧，咱讲食饱面啦吼。虽然讲哦，咱着退休吼，哦，长长长安尼啦吼，啊，互咧去在世当中有一个健康诶身体，会当好好啊适应，会当一家和乐，会当做家修行。我嘛毋希望讲哦，哎，过于前面咧，从咱诶子女出来，哦，是咱。哦，读经班、后边啊班，啊，即摆都有最早的哦，日校的班，然后所以到这时，哦，爱当呢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安顿，来讲咱爱上的大家庭当中，哦，来讲哦，心有所安定，有所归，哦，啊，咱当中也袂无哩哦，啊，可以当学着，哦，咱做一个少年的，啊，一个特别甲咱带动当中，哦，咱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啊啊。正向一个修行，哦，这是佛法的传达，啊嘛是咱点文书啊，人伊苦修伊安排计划，哦，所设立的一个啊，这个哦，咱老菩萨一个班次啦吼。啊，那么呢，佛法以上啊，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到啊吼。当然呢，佛法而且呢，祝福咱各位青年呢身体健康啦吼，咱的道路会当方便以上。咱在是伫咧在山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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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